这个长兄油田呀，现在是全国最大的油田，页岩油的产量，2020年它已经卖上了100万吨的台阶，这是来之不易的。但是我们中国的页岩油的资源分布状况，这一种在盆地的深处、深洼子里头，它的资源量，大叔说只有1/3，1/3的资源量是在这种浅部的。 粘稠度高的这种低熟原油，要实现这一部分原油的开采，我们路子还很长。啊，我们把它叫做低熟油的原位开采技术。这一项技术一旦形成，我们将会带来更大的一片资源的开发，对中国年产2亿吨、稳产20年，将会做出它重大的贡献。